好不好？啊，新郎哥来看向你的新娘子哦，啊，面前的对方，新娘子来看向你的老公哦，啊，手勾着对方的手。好的，两位等一下来，一起来看向前方的镜头好不好？来再一次来拍一个照哦。好的，两个人喝下了这杯酒了。 正所谓，在天之间做鼻鸟，在天之间又为连理枝哦。喝过交杯酒之后呢，他们正式成为了夫妻。让我们再次掌声来为他们献上无限的祝福，好不好？好的了，交杯酒仪式之后，接下来到我们今晚的隆重的敬酒的时刻了。 在此呢，有请呢双方主人家已经代表到台上来为我们主持着敬酒的仪式哦。有请男方主人家吴秀清女士以及女方主人家王思章、萧关娇夫妇，有请相关的长辈哦来代表仪式到台上来哦。 好的，请呢双方主人家或者代表都到台上来哦。在此呢，我请代表两位新人告诉各位呢，有任何招待不周的地方，还请大家多多的包涵哦。 好的，人都到齐了没有啊？台上来，各位。哎，好的，人都到齐了，来，大家来一起哦，看向前方哦，来一起，来个历史性的大合照。 好了，这时呢，有请呢，在座的各位呢，来一同的站起来哦，并高举你手中的啤酒，高举你手中的饮料啊，待会呢，把满满的祝福呢，献给台上的一对新人哦。好了，这时呢，有请各位来一同的站起来哦，谢谢。 将进行了三次的扬声。
好的，这第一杯呢，来让我们祝福一对新人了啊，新婚快乐，幸福又美满啊！好了，大家准备好。好了，准备好，我们来开始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呀！非常感谢各位的出席，祝各位呢平平安安、幸福又快乐。祝做工的朋友呢事业顺利、财源广进啊！那读书的小朋友呢学业进步。好了，大家第二杯我们准备了，也是来开始了，来一、二、三，耶！稍微往前挪步一下吧，然后稍微往前站一下哈。好的呢，这时呢，来，请把你的酒杯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了。来，好的，谢谢。好的，这时呢，大家我们一起来看表演了，待会儿来，请两位新来，请新婚两位呢来面对着对方好不好？啊，新娘子呢来看着新郎哥，啊，新郎哥来看这里的新娘子哦。好了，这时呢，请我们新郎过来搂着我们新娘子的小蛮腰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了，不要害羞，来，来含情脉脉的看着对方的两位，啊，深情脉脉，不要看着我啊，看着你的老公啊。好的呢，待会呢，我们喊多久，他们就 kiss 多久，好不好，大家？好了，这第三杯，那我们祝福他们早生贵子，子孙满堂。好了，大家准备好，我们就来开始了，来，新郎哥啊，新娘子啊，准备好了。来，我们半小时就好了，不用太长久啊。好了，准备好，开玩笑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呀！蛮不无聊。